Snapchat 更新咗之后多咗四项新功能，可以增加上限为16人嘅群组，自己可以帮 group 改名，而信息会保留24小时，但内容只能够睇一次。第二项系剪贴功能，可以喺唔同嘅图案剪出贴纸，贴喺其他相上面制作搞笑拼图啊，最啱就系用嚟恶搞朋友啦。另外仲有17款唔同类型嘅油画效果，有埃及风啦、抽象风啦，应有尽有，为啲相增加更加多嘅元素。揿一揿主画面就会自动侦测播放紧嘅音乐，会即时显示歌名、歌手、歌词等等嘅资料，都几实用啊！记者实试发现中英文歌都啱用，唔知道其他同事又点睇呢？更新咗 group 咯，咁但我都有 WhatsApp 啦，使乜用佢啫？同埋佢咁嘥 data。成日喺街听到啲歌唔知道个歌名咧 ，Snapchat 有个新功能，如果可以 download 埋就正啦。最正梗系剪贴嗰个啦，剪个 friend 个头出，一嘢贴落去。